我只能尽量的满足一些兄弟的要求，满足不了了，我也没办法。别，我一玩这别的英雄，你就要看猴；我一玩猴，你就要看别的，没个整。还有三分钟开奖啊！现在是25个人参与了，我们得抽奖，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你要是看一天，看到我直播结束，总有你想看的。你要想看猴，你就一天自己一直看，不就有了吗？对不对？咋的？咱还不玩两把呀？R 技能，行吧，搜一下。瑞文是很厉害的啊，但是一级跟俺们拼还真不是很好使。Q A 打个眼 ，Q A 死。瑞文如果想跟我们打，他需要打两套，一套我们是不害怕的，你知道吧？这波有 W 也不怕。W 开起来一个 Q 点，我们 Q 是满的，直接往前 Q 他啊，还跑往哪跑？你能跑到哪里去？这就不知道怎么拼。瑞文打银马必须得拼两套，一套肯定打不过。好，回家了，无敌了。先来个啥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先来个皮孩，这两把短剑不行，这两把长剑，哎，也不太行。来个红宝石吧，右一点。所有的超管中就剩这些好的。你看，我这坏了空一波线儿，我不买耀光是因为太脆了。那瑞文打我就一套，你不右一点儿，你没有办法一直追着他，你知道吗？他可以风筝我们，他两波就给我耗没血，我们根本没办法买耀光。而且现在耀光也不加蓝，也不加减息地的。我 A 不到他，就相当于没买装备，明白了吗？这波可能螳螂会在野那个草丛里边啊，先攒个两级 Q， 先攒个两段 Q， 不要开 E 直接冲上去。以他这个样，我估计应该是没带，带了，旁边有人，直接套点人 ，A E。快死，没有孤立无援 ，Q 往前走 ，A，A Q， 一个 Q 死啊！不要放平 A， 放平 A 不死，顶着兵给我打，一看就是来人了，100%。这波可以传下路，
直接传。呀，呜，800块钱。你挺烦人呐，那我收点兵吧，那这就没办法了啊。哦，你们给这维音送个5-0，我来下路收3个兵都不行，还跟我说了一句15。行，啊，确实是行。对不起，行不行？给你说句对不起。那3个兵，一个是你爹，一个是你妈，一个是你奶奶、爷爷，对不起啊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把你家都给你杀了，我得给你道个歉。他如果直接放技能，我们可以直接上啊。低一点吧。蓝是真不够用啊，但我还没办法带气定神闲呢，人嘛，把药都吃了吧，蓝不够用，抠一下啊，又来 A Q 往后拉，别着急啊，假装打不过这波 A Q A W Q 一下平 A， 没事，升个级先下，先杀的瑞文。杀我，点烟 2A 死，我太幼了，他们都打不动，那打我那都不掉血，发现没有，就是我蓝有点不够用。走了，出三项去了。三项出完，来个死亡之舞。还得打野了，人马，人马不打野没蓝 buff， 走，我们打个蓝去。上路收兵，上路兵没到呢。谢谢侯赛雷的费那饭卡。呀，你把这瑞文给吓跑了呀！我到了。Hi， nice to meet you。扣一下 ，W 开起来，再扣，往回撞 ，A 扣。AQ 140，把上路塔给他拆了，这有蓝 buff 就爽多了啊！这没蓝 buff， 蓝不够用。赶紧给他拆了啊，我们必须得能1-5了，对吧，直接给他大回来踢回去，他肯定要定我们，往他前面走
Echo。一段扣，二段扣，放马过去吧。哎呀，他打过扣了，别着急打他啊，滑了一下。我其实刚才感觉到这螳螂好像在这儿打蛤蟆呢。放啊，把峡谷放了呀，等等啥呀？不是等等啥呀？你这把塔撞了呀？这有啥好等的呀？呀！不踢了，再见，我打你个大。扣他一下。不行了，不能上了啊，溜了溜了。回家了，把死亡之舞除了。下去看看这俩人能不能杀啊。先吃个药。呀呜呼，把下路塔皮吃了。你在干嘛？哎呦，这叫什么？啊，这叫意念攻击。无影腿，这叫。WAQ 呀，哎，你杀我兄弟，你人呢？你给我出来，来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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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错了，来个本甲，哎，就打个蓝去一会儿。没人起飞了，我能一打五。先来个蓝 buff， 没关系，这要是以前的银马呀就算了，就不太行，现在的银马那一打五随便打，只要我有个蓝 buff。 呀，全跑了，这也没有人啊，这呀，推下楼去吧。
去，你俩要杀我呀，我害怕死了，给我吓死了。剑圣杀了一个，那剑圣应该没办法再杀一个了，来个板甲。他不来就好了，他不来吧，俺们还能杀一个。然后可能还能杀俩，他来了吧，我们多死了俩还。他们要没来就好了，再来个反甲。那一打五刚才有点脆，那肯定是费点劲的。等我们再来个反甲，再出个蟹手就可以了。而且刚才是他们家塔下，那不一样的，那阵型就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那在别人的家肯定是不行，他能封着我呀。怎么回事啊？嘚儿呀！你跟我赛跑，我一会儿血满了，我再回去。我拖三个应该没啥问题，剩下他们爱怎么玩怎么玩吧。我就一句话，你俩到底敢不敢出来，能不能别老搁塔下待着，敢不敢出来，你要打咱就打，对不对？五个人来了就来，无所谓，来驾来我就跑呗，多大点事呢。你们真是不想好了，我这一看呢啊！别着急啊，先走一走，先把这螳螂杀了。哎呦，这维恩就干我，我天哪，给我一顿干！其实可以大龙了，来吧。那维恩就给我当靶子，在那打，站那打我，都没有人能打得死的，打我打半天，最后维恩才死的，给我一顿打。有蓝 buff 吧，把蓝给他打了。这回血是什么情况？刚才这个回血是死亡之舞的回血呀。
双杯了这波啊，这明显这就是早死了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双杯了。我没想到他旁边能有这么多人，我寻思也就最多也就多个分女儿可能。四瑞，Three people， 还三个人，我没血呀，我没大。又来个反甲的，出个血手。三项携手能一起除吗？不能，三项携手除不了。除了以后就会得痔疮。很好啊，最终。来一波，闲聊时间已经结束了。我让你 A， 我让你 A， 你 A 我 A 的很爽是吧？啊？开塔是可以的。哎，这螳螂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不服？先开塔啊，先把塔开了。哎，这分女是真烦，我发现这分女。哎呦，这分女太烦了，不能开了，不能开了，不能开了呀！好像不能开了。还行，剩个分卷。你打不过这分卷吗？你把这分卷给我杀了。那你推中吧，不行就。还行，打死了，哈，还可以接受啊。我们可以小龙。完了，按错了。哎呀，我想按 E 来着。哎 ，Hello。鬼宿妖客，可以推中啊，只不过我没有大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还有一点疼。这个分女儿谁能帮我解决一下呢？怎么能把这个分女儿给杀了呢？
下一脚我先踢他，然后我把他套点盐，再给他 R 死，就好办了。再有大，搞个大招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换一个没事，换个奋斗合计，打个红的。红呢？啥？红呢？哎呦，我踢错人了，那维恩那什么了？维恩隐身了，他们应该能打得过了。这波对面都没有技能了，推中吧。我往补一点血脉啊，我换个水银鞋。也得控制，这分卷必须得杀，这分卷不杀太烦人了，老控我。打波大龙吧，这个剑圣不配赢，咋的了？菜逼就不配赢呗？凭啥呀？人家只是菜了一点而已，人家也没有说是态度不端正。你瞅瞅这卡莎，再说我也点了呀，那投不了，那我就没办法了呀。他们不想赢就不赢呗，一共五个人呢，四个人投降就行。那谁不想赢，谁想赢，那谁就不投呗，谁想赢谁不投呗。好，他给我直接给我杀了。打大龙嘞，只要分卷一杀，没有天敌了，就其他的人不太好使。打我，勾他，你好，再见。拿下，我替塔，我不杀人了。这个分卷咱也不管他了，滚过来，来跑滚，跑了。哎，可以，就杀这分卷。我看看分卷没了，谁还能保得住你啊？你看看人剑圣，人剑圣坑了都知道，说真坑啊我呀！你瞅那卡莎，我收他三个兵，15，15。